下下，快跑！哎呀，看不到了，我还得去海捞一天。娘，快点！孩子，老公，不要这样。孩子，哎，四米七，哎呀，我开始就应该倒，上回还倒倒不倒，我为了自动起的，哎呀，孩子走快点，哦，哎，不要说话了吧，哭大劲了，你咋身上来？哎，四零七，孩子，我爸爸上来，再上去，我们就跟逃难的一样了。你听见？只听到后头噼里啪啦的，好恐怖啊！我的手机都看不见。哎呀！